主席，今次呢看來是一次精心設計、天衣無縫，由西環操盤，包括本會主席的大部分議員配合的梁振英突襲立法會事件。面對後任特首梁振英未正式上任，已經是如此粗暴對待立法會，我只可以說他未曾上任以弄權，未曾坐正以囂張。要面子輕民生，他所謂的急市民所急，原來只是口惠而實不至的空話。梁振英不尊重香港人和議會的程度，比我們要彈劾的曾蔭權有過之而無不及。梁振英君臨天下之勢，迫人可能不情不願地開始懷念曾蔭權。主席，聽說梁振英其中一個政治任務是為23條立法，我深感慶幸今天我們講的只是五司十四局，而並非根據基本法23條的立法，否則香港人的人身自由、人權保障是可以好像現在做緊給大家看這樣幾日之間煙消雲散。我就請大家想像一下，如果現在放在立法會議程上的是未經公眾諮詢的基本法23條立法，在梁振英這種公然、赤裸、毫無避忌地踐踏立法會尊嚴的手段之下，根本是可以草草通過的。今次政府要求打尖處理五司十四局的議案，是一面照妖鏡，照出的是原來立法會的議事程序只要交在願意和梁振英共舞的立法會議員手中，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是如何完全沒有保障。主席，當政府要強行通過23條的時候，立法會主席是有權按照議事規則第91條批准政府暫停執行第18(1) 條，無需預告腰斬審議全部關乎民生的法案和決議案，為23條讓路的。主席更可以以議員辯論條文的時間過長，再用議事規則第92條腰斬辯論，議員講都冇得講。這樣一來，23條就可以即時辯論、即時通過。今次為了幫梁振英護航，多條有關民生的條例草案都要讓路，包括要腰斬正在委員會階段審議之中，關乎打工仔權益的強積金半自由行有關的條例要讓路。一手樓是為了保障一些買樓的投資者，這一條條例亦都要讓路。肺塵埃沉着病的補償條例遙遙無期。突然間呢，好像全部這些民生政策都不及五司十四局這樣的。所以我就說今次硬闖是一面照妖鏡，平時滿口關注民生、關注打工仔權益的人，一投票就全部現形，通過
為了幫梁振英保駕護航而棄市民利益於不顧。主席，正如我在閣下引用《議事規則》第92條腰斬替補機制辯論的時候所說，議會主席每一次裁決其實都有立下議會先例的效果的。一旦開了壞的先例，不理以後來的是23條啊，抑或是假普選的方案，都可以用同樣粗暴的手段阻止本會泛民主派的議員審議法案，阻止他們為市民企硬把關監察政府。當然我們是守護議會傳統和規則的人，就著主席今次作出的裁決，我們不作批評。但是為日後根據第91條行使的權力應如何行使，我有感必須在此表達我的意見，立此傳召。主席必然明白，議會主席行使議事規則中的酌情權不會是為一己所欲來行使，更不是為行政機關開方便之門而行使，只可以為保護議會最好最有利地履行監察政府的憲制責任來行使。在這個基礎上面，我不禁要問，究竟在作出裁決之前，主席的內心有沒有想過，今日立法會正被梁振英突襲伏擊，殺個措手不及，在尚未有時間讓議員認真研究政府有否權力引用91條之前，就批准政府這樣的走捷徑，是會斷送議會把關的能力呢？有這個先例在前，以後立法會又怎樣能夠再有效履行我們的憲制角色，為市民監察政府呢？今次的事件令我想起，當領匯要上市的時候，盧少蘭女士她進行司法覆核房屋條例第四條，當時的特首董建華以及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公開高調的要求當時的首席法官李國能為行政機關幫盧少蘭女士排個快期啦，等終審法院可以在原來領匯設計要上市之前能夠完成處理整個上訴程序。我相信本會的議員與主席閣下都記憶猶新。好彩我們有李國能首席法官企硬把關，終於盧少蘭女士有她應有的時間來到去處理終審法院的上訴。主席，今日立法會可以變成梁振英政府的附庸，那究竟距離習近平副主席口中的特區政府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合作的日子還會不會很遠呢？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我對於議會自我矮化淪落到如斯境地，實在覺得非常悲哀。主席，除了剎停所有重要法案以及決議案一壞先例之外，梁振英亦都為了一己的面子工程，要求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開委撥款之前就要通過今日這個決議案，今日就強行將這個決議案要提交立法會，還要打尖，想造成既定的事實。事實上，07、08兩次
問責制的改動和擴大都不是跟從此程序的，都是先提交財委會通過了，然後才通過立法會大會的表決。梁振英漠視程序，是否因為知道保皇黨一定會為他們在財委會保駕護航通過撥款呢？但如果最終財委會不通過撥款的話，今日我們用於討論政務司司長的議案，以及審議根據第1章 54A 條動議的決議案，是否這些時間都會付諸東流呢？民生議案讓路所作的犧牲，不是就變得很無謂嗎？除了要面子而犧牲民生有關的條例，以及將財會和大會的議會邏輯本末倒置之外，梁振英要求立法會大會在下周一二讓路給財委會加班撥款，是破壞立法會一向大會先行的慣例。這三宗罪充分反映梁振英未上任就想剝奪立法會的監察權力，其心可誅。梁振英就去落區游說市民，說要支持改組方案，他聲稱改組不到呢，公屋就起不到的了，劏房問題解決不到的了，發展產業政策就做不到的了。但是現在梁振英要所有民生的法案讓路給他的面子工程，包括強積金條例，下星期三原定在大會上會的一手樓規管立法都要擺在一邊。那梁振英所謂要處理民生問題，是不是自打嘴巴呢？後任政府就說兩個副司長主力，只不過是要做協調的。那如果是屬實，有什麼必要是非立即通過不可呢？會不會是有一些不可告人的設計，他必須要是急急地在大家未曾有機會消化清楚之前，就要強行由三層架構變四層呢？究竟這些不可告人的安排和思量又是什麼呢？主席，透過今次政府硬闖這一面照妖鏡，我希望香港人清楚見得到，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之上，哪些人是講一套做一套，一面就說自己是親民的特首走入群眾，另一面就是無視市民反對改組強行通過決議案。又有哪些人是口口聲聲關注民生，在維護中央欽點的特首面前通通現形，罔顧市民的利益？我相信香港人是心清眼亮的，是看得清楚聽得清楚。主席，香港人現在應該明白，我們是如何需要能夠企硬維護我們的權利和自由的議員在本會為市民把關。議會是有監察行政機關的職能的，這個職能是在有規有矩在 行使權力經年是已經定立下來。如果我們可以是為行政機關行事方便，而是將歷經年
而建立的傳統和制度是毀於一旦，這個並非香港之福，亦都不是香港人願意付出的代價。我謹此陳辭，反對政務司司長的議案。李慧瓊議員。